每年除夕看春晚，今年除夕上春晚。你射这么厚都能上春晚？我们在上城啊，谁挨个车呀？熊熊火焰温暖了。要说节目当然有，说说你带着妹妹，你是小小一点跳啊。我的节目是蹦床，给家人带来的惊喜。我刚刚到毛起的，我刚在执勤，等一下等一下。我的节目叫守望，守望家国，也守望幸福。过完年之后我就不来支教来了，陪到你戍边，开不开心？妈，准备收拾繁文将军我就回去了，你保重身体。哎，该你来演节目了。该我表演节目了吗？我的节目叫加班，为顾客加班，也为家人加班。日复一日的磨练是我的节目，先苦后甜也是我的节目。开放花呢？心里得有火，眼里得有光。来，过年，把我的节目带给大家欣赏，欣赏所有的坚强，关注无私的奉献。欣赏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，叔叔，新年快乐！也欣赏烟火人家的家长里短。咱家的儿子常和我自己玩恋爱。他爱着所有关于爱的故事，他会带着我们的节目，带着我们的故事，去今年的春晚表演给大家。一直走，朝前走，越走越近，走过人海，走到舞台中央，走到所有人的家里，走到春晚这一晚。准备好吗？该我表演节目了哈。这是我们的舞台，这是我们的春晚。